昨天晚上我在酒窝碰到的话，我特意订了一杯酒送给我。酒是他亲自给你的。我不用的鲜啤，我看到是老虎送的。我是见我听到关门声，然后去开门去找你，这啥事都不晓得。想起来了，是你多命。老实说，我觉得你这一单出的那个毛病很仔细，不过嘞。我可以再问你好吧？你觉得？要得。你们都听懂对方要说的吗？听懂了呀。听懂啥？因为我们词儿啊，你肯定能听得懂。接着。谢谢。哎，我帮你换吧，我换那个。我想吃这个吗？拿着。哎呀，你说你，恐高你就不要逞强嘛，非得歪理邪说一大堆。得亏啊，你在上面是没吐，这要在上面吐了，那后排人可不就遭殃了吗？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坐最后一排了吧？哎，我发现你脑回路好神奇啊！你是不是小脑有什么问题？我小脑再有问题，也架不住你玩几遍过山车。嗯。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不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。我从17岁开始喜欢一良哥，只要他对我一笑，我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都亮了。这种感觉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，是行动。我明白，对自己诚实很难，能够直面自己的渴望，没什么好惭愧的。宋青春，你在干什么？做完饭，这是最近特别网红的环螺蛳粉。我现在要立马加一条条约，以后不准在家里面吃螺蛳粉，还有榴莲之类气味奇怪的东西，绝对不可以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尝这个，这个我绝对有信心。等你尝过之后，不可能，你就一定不会说了。我是不会吃的，绝对不会吃的。过来。以后我们一起吃饭吧。亲爱的同事们，首先我代表公司，对于一段时间以来发生在公司女员工身上不幸的事表示深深的歉意。因为是女性，你们为追求卓越而付出的努力常常被忽视。因为是女性，你们穿了漂亮的短裙被看作是在故意令男同事男上司想入非非。因为是女性，你们善意的微笑被当成释放给男客户的暧昧讯号。因为是女性，你们深夜独自外出遇到危险被批评为自找麻烦。这绝不仅仅是偏见，这是来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的恶意。今天我想让你们知道，
无论你在任何场合被性骚扰，你不必沉默，不必自我检讨。However we dress, wherever we go, yes, miss, yes, no, miss, no. 是你约我来你家的，我从进家门忙到现在，你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。宋青春的事就这么重要吗？什么青春不青春的？这是我的工作吗？你之前还说我认真工作的时候最有魅力。秦以南，我很清楚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我愿意容忍是因为我爱你，不要随意践踏我对你的感情。那笔款我明天就给你打过去。你看老于你这个人啊，就是仗着说还真有点犯愁。我在想啊，招标会以后如何把矛头引向苏之念，还担心啊宋青春他到底会不会相信。没想到他这个傻丫头成了咱们的猪队友。我稍微的扇了扇阴风，点了点鬼火，轻松搞定。你说这宋梦华这么精明一人，怎么就养了一个傻白甜的女儿？这就是一句老话。你才傻白甜，黄鼠狼生，我可是霸总人士。一窝不如一窝。都不行吗？对，非常不 OK。你别浪费时间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的目的，但是没必要，也不可能。可是，可是，可是什么？哎，你们男人是不是特别享受这种自我牺牲带来的虚假感动？林总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梅老师好，要我说，人家后来几十年的不好都是他造成的，现在又要来这一套，这不说白了就是自私吗？如果以后谁要敢跟我来为你好这套，我请他光速滚开。那你希望他跟你来哪一套？当然是希望彼此依赖，彼此信任，不管发生什么都要一起面对。原来这就是爱情。你不是失过恋吗？你现在才知道。闭嘴吧你，拍的真好。嗯，不错。哎，我也给你们俩拍一张。哦，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，麻烦你了。来来来，哎，好，一二三。赢不了我呢，下次打别的赌嘛，对不对？约，我等愿赌服输，反正这也没有人认识我，有什么可劲儿的？听好了，苏之念，你真的好厉害啊！你又有情趣，哇，这些好可爱啊！好巧啊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谁能有起子？帮我看一眼呗。谢谢尹南哥。哇，秦总你也太帅了吧，跟看韩剧一样。我也要瓶可乐。好，谢谢南哥。这苏总，看来我也得喝瓶可乐了。还是苏总厉害。对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咱俩玩个游戏呗，我问你答，不许撒谎。说吧，于婉婷是谁？你初恋？前女友？还是？你很好奇，为什么？
喜欢你已经很久了，出国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能想着早点回来见到你。我手机里都是我俩以前的照片，你看。昨天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跟你说那些，你原谅我好吗？谢谢你们送我男朋友回家。太奇妙了吧！走、啊，这照片照的就是他们俩。没想到呀，他们两个是这样的关系。宋青春为了华堂之力，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喂，郑浩。